搞，等下真的要拍一张我脸脱口罩，你等下拍一张照片，然后你就把嘴巴张开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等下再用录影的啊。搞趴着，妈，我现在先来拍一个。拍了没啊？你要？You look, you look. 啊！你上床了没？传了传了。FP 哦，没有赖啊。我觉得可以。Look, you look, you look. 啊！啊！Look, you look, you look. 啊！啊！烦死了！晚上要听你讲你脱皮很痛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受伤真的不要被遇到，好不好？啊！啊！那手又在痛是不是？啊！好吧，我现在是没什么时间跟你吵了。我现在他妈脸他妈很痛，几块小皮掉下来而已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妈的，好像没换过皮一样，奇怪。我脚皮也常脱啊，脚皮又不会痛。你他妈脚皮吗？吼！啊！啊！傻小、啊。看你鸟脸就很痛欸，你啊是会比较不痛哦。我啊的时候那个皮就被拉开，就有另外一种痛介入，你知道，就会忘记那个感觉。就像有人受伤为什么要去捏自己伤口，就是让另外一种痛介入嘛。哦，干，真的欸，妈，你这一讲好有道理。对嘛，所以我来说为什么啊。脸不是啊，晒伤那个痛我就觉得很正常，你只是干燥脱皮而已。你娘哎，我这个啊，对，他妈我这个干你娘，你那痛好几倍啊！人家都要先说先用热水冲脸，再用冰水冲脸。毛细孔才会紧致锁住水分呢。老人，我就隔天睡醒，然后我就啊这样子，然后啊，这脸就很痛，然后我就啊一直啊。你说什么好紧致的？欸、你的毛孔张开的痛机是什么？到底为什么要让毛孔张开？肯定你会笑死！你是看了什么广告？什么毛孔紧致？杨丞琳那个、哦，让我的水晶灯更紧致，学人家。干你！我现在正想把你们全部杀掉。啊、你靠腰，我在痛你，你他妈那边靠背什么呀？啊！他妈大男人，他妈啊啊啊啊啊！去靠腰啊！啊，叫你睡觉怎么办？这他妈睡不着没？是有那么痛吗、哦？废话、哦，我他妈连侧睡都不行哦，让脸去碰到枕头都不行哦。我他妈晚上睡觉会睡到干，然后一直抓头，然后干你，一直打自己耳光哎、欸！